俗话说得好，秋收过了稻花鱼最肥。农业小伙今天邀请了他一班朋友来稻田里面就是举行捉鱼比赛。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一看谁今天捉的鱼最多吧，走。今天我们来个抓鱼比赛，我两个朋友都来了。嗯，然后我们今天看谁抓的多。行，开始抓。我抽鱼，一个，抓到一个鱼啊！嗯，冒险，兄弟们，快走进上面去！你得上一个呢。嗯。啊，这鱼一条，开缸鱼，开缸鱼。这条是大鲫，这是大鲫鱼。哇，这个你看一下，你们看看，哇！徐克林，捉鱼捉得多，有什么奖励？你说。多吃一点，那行。你这个鱼养了多久了？一年啊，就是稻田里面的，没养，就是它。哇哇，又弄了条大鲫鱼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这些草鱼你不捉它哈？草鱼等一下弄死了，这鱼是用来养的，这小草鱼。哦。没长大，这小鱼的话没长大不好吃。嗯。你要加油啊！你看，你两个朋友都已经。我也抓到一条小的呀。哎呀。哪里跳哪里，哪里？哎呀！看我的！哇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哇，这个有一斤多，这个啊！嗯，又一个，又一个！你抓了几条鱼了？三条了。三，你，徐康林，你要加油啊！你就只抓了一条。好，我也抓到一条。哎呀，你抓了两条。哎呀，又抓到鱼！我拿个金鱼竿子在蹦着问一个女孩子，可以找船了。哎呀，说话！哎呀，哇！那能够找到吗？哎呀，这里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完全是这样的一条背鱼。好，我抓到一条。哇，这么大！这个也拖下去，哇！可以，哇！还是你是抓鱼高手啊，徐康林。还是我厉害。哎呀，对呀。四个了，四个了。四个了。嗯。哇，又抓到一条。嗯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竟然四个！你那时候放了多少鱼苗啊，徐教练？就去年放的鱼苗生下来的。生下来你没抓啊？嗯。嗯。哇，那里好那么多草鱼。哎，才这么大。哇，你看一下。小小的。你这个草鱼你放了多少？草鱼我放了两三百吧，因为我养泥鳅，我只是套养一点点小草鱼。嗯。这个草鱼的时候，你是那是多大的时候养的？只有筷子那么大。哇，长这么大都要一年了，差不多。嗯。哎，好像还有几个。嗯。还有几条哎。嗯。在哪个地方？怎么存呢？没碰到啊。你们碰到了没有啊？哇，这里都靠岸了，你看这些小鲫鱼、小鲤鱼，你看一下。这草鱼也不是鲤鱼。没小鲤鱼。好多啊，你们看看。哇，你看好多这种小鱼哦。这里边是又亮着哪个？哎呦，看到吗？好，我又抓到抓到一条啊，看一下。很小。嗯。不是很大。一年多都有这么大，可以了。一年多。第二次就训练嘛，多大？过着把然后把关关关下去。不要抢我的，不要抢我的。还是你是捉鱼高手啊。那肯定。好，往下再抓。你看还有这些鱼，你看这些鱼很好吃的。对呀、啊。能不能捞到啊？有啊。嗯。好，给我看一下。你看。好大一条大鲫鱼。好大一条大鲫鱼。啊。嗯。又抓到鱼。嗯。哇，又抓了一条，徐康林，你看。小小的。哎，抓了一条。哎呦，康林把它抓住。你看一看。
我白蘑菇。没有了哦。嗯。徐快点，这里好多这种小鱼哦，你看一下。是啊。好多。没有了。看看你们谁网上最多。来点一下色，看谁抓的多。好。今天中午就多吃一点。行，我觉得应该就是你的。你最多了，我的个数可能多一点，但是我的比较小个。嗯，也可以啦，那么大一个。好，结束。可以。看一下，你多少条鱼，徐冠霖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个。得了十一个。我一条。两个。嗯。四个。嗯。他抓的比较大，六个，嗯，六个，看他多少条，他三个放进去了，发表一下获奖感言，啊，我经常抓鱼嘛，我肯定比他们抓的多，什么事情都是熟能生巧嘛，对，今天你就多吃点鱼了啊，辛苦一年了，你看这么多鱼，都多吃一点，嗯，好，走，我去吃鱼去了。阿姨你好，那就把这个鱼放在这边。防个长个羊一点。你看，好多的小鱼。有一点，就捞那一回，没捞了，田里面多得很。哇，这么多！这个怎么炒好吃啊？油炸了之后啊。嗯。炒酸辣椒，炒那个新鲜的辣椒都可以。你会不会做啊？炒的不是怎么好吃。你做呗，看好不好吃，尝一下你的口味呗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嗯。哎呦，阿姨啊，这是什么菜啊？这是那个小白菜。哇，你自己种的还是买的？自己种的。哇，种了这么多啊！哎，有那个小白菜种了有吃，我们家里都种了很多有吃。看现在干旱都种了这么多白菜，好勤劳啊你们哈！有一口好井嘛，然后就抽水，然后在那里淋啊。嗯，你们家真的是什么都有、哦。你看，自己种芹菜，自己种红薯，自己养鱼、养泥鳅、辣椒。你们家都不用买什么菜了吧？不用买，菜都不用。厉害，自己家都有。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做鱼。哇，这个鱼好吃，这个鱼。不好吃。这个鱼很好吃的。等一下做好了，你吃你再吃。嗯，你看，这是用柴火做的稻花鱼。这个柴火做好吃一点。对对对，我们这边就是这样的土灶了。挺方便的，做柴火烧做菜好吃一点，浓香一点。嗯，你怎么煎鱼它不会，就是不会破皮的？我们煎鱼老是破皮。破皮啊？嗯。放酒泡一下了。哦哟，难怪，我老是一煎鱼，它那个皮就破了。用酒泡一下，它就不会破皮。哦，就你看，你这都用酒泡过的啊、哦。叔叔，你看来你还是做鱼的高手啊。不行，做不好。嗯，家里面是不是一做一吃鱼就是你做是吧？一般我做。你看这样煎的金黄金黄的，可好吃了。已经放那个酸辣椒了，放水了，焖一下。稻花鱼，你看汤都是黄色的。这个鱼可好吃了，我跟你说。你看现在放鱼桂叶进去。嗯。哇，这个鱼好漂亮，是不是快熟了吧这个鱼哦？可以了。嗯，要不要放紫苏啊这个鱼？要。嗯，你除了放油跟盐还要放什么叔叔？没有，没放什么，就是就这样炒啊。放盐啊，也有油啊。这个就紫苏了，不熟就吃的，这可以吃啊。嗯，很好吃的了。嗯，新鲜的食材是不需要任何太多的调味的，没有什么现在调味，我们反正就是农村人就是吃那个原始原味的，没有对对对对，现在放点盐啊，啊加一点，你看这个鱼汤都是黄色的，那我放可好吃了，那稻花鱼已经熟了，哇，你们看看。你看看这个鱼好好吃啊，你们想不想吃啊？嗯，吃就下来啊。对，想吃就来吃。鱼汤都是很浓的，你们看看。嗯。小心烫哦。
没事。嗯。叔叔，这个水从哪里过来的？水来得很远。嗯。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来得很远的，反正是不闻水的。叔叔现在炒什么菜？做青菜。嗯，哇，你看这个青菜多么好看呢、啊！这个是好香啊，这是用什么油炒的？猪油啊。猪油炒青菜最香了。是吧？嗯。辛苦你了，就这么多菜。没有，这都不好哎。挺好的，你看叔叔炒好了。可以了，可以吃了。那、我们吃饭了，然后这个就稻花鱼，这个也是田里面的小鱼啊。这个青菜，然后这个就是牛肉了。吃饭，吃饭，吃。我吃了这个鱼，夹菜。嗯。叔叔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去比赛了。你猜一下，我们三，他们三个人谁做的鱼多？你猜一下。猜一下。我猜不到，猜不到。就猜一下嘛，阿姨，你猜一下。那谁做的多啊？嗯，你猜一下嘛、哎。你的师傅吧，两个吧，就两个师傅。你应该相信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做的鱼最多了。嗯，你应该多吃点鱼了啊，你赢了，知道吧？嗯、大家都多吃一点。嗯，我来尝一下这个稻花鱼，好不好吃啊？我鱼好吃。你看，这质量好。有毛病了。嗯。毛病没在外面，就搞个这鱼里面去了。毛病毛病。啊，干嘛干嘛？阿姨吃饭了，阿姨。啊，是是。这个米也很好吃的，也是他们家自己种的。基本上没有打农药啊。对呀，没掉的。对。挺好吃的。你哪里妈妈的给你弄干杯啊？我们都是种的，都没有生菜呀，什么的都没有打药了。阿姨啊，你养了一个好儿子，你看，养了这么好的鱼，然后又种了那么多泥鳅，那么多稻田。是，他是很勤快呀。真的很奇怪，嗯，这鱼好甜啊！嗯，你这个鱼苗在哪弄的？正在养殖场里面买的那个鱼花。哦，鱼花的。就只有蚊子那么大一只，然后放在田里面养养大的。大家都在这样，你多吃点。哎，对，我们经常的鱼吃。所以你儿子好，知道吧？是养的，经常拿回来做回来吃。我们就很少吃了，我们在城市里面。我们的那个经常吃那小鱼啊，那个鲫鱼啊，那个草鱼啊。你看这种是小鱼，非常好，这个就是火培鱼了啊，非常好吃这个。你在碗里疯狂的敲到一块很健康的东西，放心。是，好吃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多吃点，好，你们多吃一点。是，我是深有体会。到了城市里面去是吃不到这么好的好吃的东西了。多吃点啊，在城市里你们吃不到这么好的鱼。你们知道这个汤吗？是用菜籽油去炸的，去煎的这个鱼的。你看这个汤都黄，金黄金黄的，可好吃了这个汤。你把鱼吃掉，我帮你煎出这个汤。嗯。鱼，你看我们这边老家的，这个田里面的，徐汉林。啊。这个就是你的，就是你那个田里面的小鱼啊。对啊，田里面小鱼啊。嗯。塘里面也有。我看到好多，你怎么不网呢？没捞，嫌麻烦。下次我们帮你捞啊！我们终于吃完了，叔叔，你做的稻花鱼超级好吃，你看。好吃，好吃，多吃点。哎，好吃就多吃。辛苦你了，叔叔啊！没有，没有。嗯。你看呢？啊。你爸做的菜好吃啊。啊，比我妈做的好吃。你不要这么说，你妈做的菜也好吃。稳定。你养的稻花鱼太甜了。嗯。好吃吧？是啊，很好吃。明天我多养一点。行。明天你们有空了就过来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。这个稻花鱼太好吃了，农业小伙也说了，明年加大力度的，就是养这个稻花鱼，也欢迎很多粉丝来他家吃稻花鱼。好了，微笑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看微笑的视频，拜拜。